点点眼神。老师，我没有被点到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都没有人观察我呢？哎，同学，点点眼神，你是不是仁爱国小？不是。永春国中？也不是。那你是天秤座对不对？因为长得好看的人都是天秤座。我就说嘛，跟小狮子一样可爱。可以救我？我救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边也有一个。哎，我觉得你很眼熟哎，你是不是我国小同学啊？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班，我是王永静，以后是你们班导师哦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点名：王立新，要；林嘉诚，要；王如英，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。老师，我没有被点到名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文婷，王文婷。你走错班级的，你是一年二班的。同学，以后就跟我了，我会罩你，好不好？怎么没关系？你现在去帮我买饮料，现在！这地方买饮料？平常没有，我问他要不要喝饮料而已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很酷哎！王立新笑起来很可爱，看起来人缘很好，男生都会主动去认识他。哈？陈文祥，桌上的红萝卜钱包，讲话还有点高音，该不会是邪妹吧？傅俊杰，帅哥一个，只不过今天都还没看他讲过一句话，怎么都没有人观察我呢？难道是我太高冷了吗？王如英，摩羯座。生日12月23号，竟然有人观察我，观察得那么仔细。王如英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白痴哦。林嘉诚，我的国中同学，怎么又跟他同班了啊？如果喜欢我们中学头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追踪哦。嗨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追踪他，追踪我们。